案子。中央新闻赖冠璋、黄顺阳，台南采访报道。而跨界团体美声南伶即将在今年三月来台开唱，他们的优异表现除了专辑销售成绩外，包括了先前芭芭拉史翠珊全美巡回秀要担任演唱嘉宾，席琳迪翁演唱会他们也同台献唱。新闻最后再带你来关心他们的歌声，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卓越嗓音将古典音乐中澎湃的热情与精湛的演绎融入一首首流行情歌，这是跨界团体美声南伶从出道就让全球惊艳的原因。美国女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就被这样的魅力所感动，率先邀请他们在全美巡回中担任演唱嘉宾，而实力派的席琳迪翁跟美声南伶也有多次合作机会。他们的足迹踏遍全球，超过150万名观众聆听过他们的现场演出，许多名人也甘愿成为小粉丝，像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在歌坛中，他们的出现跨越语言国界，让大家同步浸淫在天籁美声。